하나 둘 셋입니다. 大家好，我是思思。你好，我是宽宽。这次呢，又跟欧巴一起来到仁川的永宗岛，然后等一下还会去江华岛。那这都是以观光地为主，去了很多咖啡厅。那这次呢，会体验比较多，像是骑脚踏车啊，韩国传统纸的体验。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吧 ，Go Go！ 哇！长这样，前方都没有人，可以一边看枫叶，一边骑斜立车，对，旁边又是大海，这是 YouTuber 的职业精神，骑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在台湾像是淡水有斜立车可以租借，但是在仁川这边呢就有很漂亮的海景，秋天还有枫叶能够边骑边看，这边最多四个人一台哟。那明年解禁的话真的很真心推荐。我们现在已经雷바이크거의다탔고요，그리고이제식사먼저하러가려고요。칼국수，칼국수좋아해요？칼국수좋아해요。그래서그쪽가가지고다시카메라켜도록하겠습니다。좀이따봐요，拜拜。走吧，好饿哦。很忙。每次来餐厅都忙死了。먹어보겠습니다。먹겠습니다。해산물냄새。좋아요바다향이어바다향이刚只吃了一口面，但是很有海鲜的味道，感觉就是大海的整个香气跟那个海味在充斥在你的口腔里面。우리각자하는거각자하느라바빠지는거이것이향의관系향의관系上面有虾虾对它有点像是葱油饼结合海鲜，然后可是没有像葱油饼那么脆，但就是很好吃。那我们就继续吃啦，拜拜。嗨大家，我现在来到一间海景咖啡厅，我现在在咖啡厅的正对面，它的正对面有这样一系列的墙，这就是咖啡厅本人啦。在这个咖啡厅的背后就是整片的海景，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喝咖啡吧。冰淇淋小车车。Rooftop 的话长这样，会有躺椅，无限的海景。然后第四层是西班牙，第三层是。Few moments later， 这个要放在这边给大家看。在这边喝完咖啡，然后就来下面的海滩走走。它会动，废话，它是生的。贝壳超多的。来喝喝看。准备。很像。台湾的 AB 优酪乳变成冰沙的感觉，这样形容应该大家都知道。C27이체인점인데우리나라에서 K로 되게유명한거它那上面草莓干非常好吃，就是有点酸酸的感觉，然后就不会跟那个起司蛋糕这样加起来太腻，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的。
我爸现在太耀眼了，没办法看。이럴때보면태양을피하고피나라를你知道这首歌吗？不知道。哇，세대차이미쳤다이거아세대차이가아니라나라차이지이거이거는세대차이맞아요等一下见，等一下去那个吗？那个要去公园。拜拜。现在来到牙仙花潭脊，我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好像很大。这边的话呢，就是来这边散散步，有点像非常非常大的大安森林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多都是那种爷爷奶奶啊、情侣啊，真的是韩国很适合赏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枫叶，大家枫叶的韩文是단포。来这边秋天最主要就是来这个地方，来那个粉红色的那个水稻草，哇啊，这边都是粉红色，太可爱了吧！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塔，让你就是当布景拍照，在一个粉红泡泡里面，但是这边情侣太多了，커플너무많아，哦，讨厌，싫어요。嗨，띠동갑。아띠동갑자기뭐사진포즈가띠동갑이야우리는뭐띠동갑이지만띠동갑같이안보이잖아이제아니야现在离开了那个粉红色的那个 Pink Beauty， 现在要前往月尾岛路，我们要去那个游乐园，然后搭一些游乐设施。说欧巴很怕。我什么？很怕。很怕，特别怕，不是。那我们就先去喽，拜拜，拜拜。各位，这里就是月尾岛了。月尾岛就是很适合跟，就是跟自己的另外一半一起来啊。我觉得这里的氛围跟淡水有点像，但跟没有淡水那么古老。역사무슨역사예요여기가우리가한국전쟁이있었잖아요옛날에매한이지왕샤라왕샤라我们只剩下釜山或美军东路就找回来了我们的领土啊就是这里所以呢这边是仁川东路的地方专业岛哟对真漂亮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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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话我要跟森光欧巴一起喂鸽子我们等一下会买새우깡就是虾尾鲜啊비둘기먹이는무조건새우깡입니다예위엔이비오오신이다신신이다신네这一定是我最高的few moments later오와서와서오와서어이거拍到就好了不玩吧그러면이제놀이기구타러갈게요好倒数第二站来到月尾岛的游乐园啦今天就是跟我爸一起来玩那个什么 disco 蹦蹦那个海盗船这边有点像是那种韩国找游乐园的感觉这边不大就是很小有点像儿童新乐园的缩小版우리결혼을약속한새야나아까이게청탈때우리북극곰이랑약속했거든요나중에나한테시집오면두분이놀러오신거예요우리딸얘는지금어쩔줄모르는거야너도와가자그자전할때네아무도없는데누구한테인사하시는거예요아본사람있어요、네、유튜브이런건가요아유튜버예요네아유튜버아대단한사람이에요저마스크한번만내려볼까요아무슨뭐한국사람같은오오오앞에보기앞에보기남성분은나이가어떻게돼요저희띠동갑띠동갑친구의동생동33세죠33 33네21살네오이분더좋네잡아주세요잡아줘야지잡아남자친구안보고싶죠안보고싶죠그지 아벌써한국에적응을한거야
근데 쟤는 아빠가 스파이더 같지. 어? 저 속해. 야, 너 하얀 우리. 저기 서는 해서. 아, 저기. 고생하셨어요. 숨을 빠지 진짜. 我们刚刚到了这个插电，以为搭不到。이름뭐예요？啊，这个 YouTube 아니에요。我们现在要去做那个韩国传统纸艺。对，等下见，拜拜。대한민국의 전통 공예고 한지 자체는 사람과 자연한테 모두 이로운 종이에요. 환경에도 도움이 되고 또 그것을 쓰는 사람들한테도 친환경 제품을 쓰게 되니까는 또 굉장히 좋은 점이 있죠. 그리고 선생님께서는 이거 한지를 얼마나 하신 거예요? 저는 33년째요. 33년이요? 너무 길죠. 한지를 풀을 이건 이제 밀가루 풀이에요. 그래서 에어 공기를 여기에다가 좀 뭔가 해서 이거 풀 공기가 짝 안 되시고 지금 계속 일어나고 있어. 그래서 거울 한번 보고 거울아 거울아 이 세상에 누가 제일 예쁘니? 나야 나. 이것은 老师做的 是差很多，因为我们为了要快速拍摄。那这次呢，我们来到了韩国的永宗岛跟江华岛，那这两个地方都离首尔非常接近。但这次呢，我们有分享了很多体验活动啊，特色的咖啡厅，还有去了很多观光景点。有希望就是不管是中国的朋友、香港朋友、台湾的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来登山体验一下韩国的。当地文化，然后不要只到首尔玩，这样啦。我是思思，我是宽宽，拜拜，拜拜。